过关都在环节。大家好，我是舅舅。因为软妹她太嚣张了，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她单挑不小心幸运的打败我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复仇赛。你最高什么？星耀。你上过星耀？好像没有很强。你找代打？我没有。看你一个脖子在嚣张。先应该让软妹知道我的实力在哪里。很紧张哎。不用紧张啊，真的强者是不用紧张。然后我就是弱的。哎，你怎么关掉了？我看有没有荧幕录影，我怕到时候你输的画面没录到。那我要录。你干嘛？你是想怎样？要逼死我是不是？你先不要开啊！你真的，你这样子，这样子没办法分心啦。好了，你你开关一慢关上啊。你这个坏蛋！这好厉害吗？开关上。我的。有个计程车。要我先走，你先不要打我。很快。很快，手刹都有哎。前面很快，真的哎，怎么死这么快？我干。哎、欸，不到一分半，你踩路，这是对不起的态度吗？怎么报仇？啊！他到底痛不痛啊？他到底痛不痛？欸、好像很痛哎、欸！怎么那么痛？因为你吸气已经吸他了，你刚被拔的时候他，我一拉到我就拉到，拉到我就。对不起，哦对，那个。我看，哈哈，啊，哪里啊？哎呦，好像不行，我要跑，为什么要跑？你有很多钱在这里耶。是什么？有哎，呀，好像可以耶。好了，你亚点不错哎，哇！哎，你先不要，你就跟这个，你不要加局啊！我疯子。